欢迎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同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次祝贺你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你就任总书记后，首访就来到中国，充分体现了你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中越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我愿同你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共同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过去十多年，我同阮福仲同志相识相知，沿着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开创的中越友好道路，携手推进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开启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新时代。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志、好朋友深感悲痛，将永远铭记阮福仲同志为中越友好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相信你将团结带领越南全党、全军、全民，继承阮福仲同志遗志，朝着越共十三大确定的建党建国百年奋斗目标接续迈进。中方始终将越南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支持越南坚持党的领导，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深入推进革新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执政的共产党，中越两党要秉持友好初心，更续传统友谊，牢记共同使命，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持续深化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相信我们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